你在做什么？哦，他在又接受。你在这啊？又在用臭鞋子溜滑梯啊！啊，卡住了，你没有穿鞋子溜不上去。啊，没有力气了，好，去找妈妈了。你已经没有力气了啦。好了，我都要走了。因为你很想睡觉了，我要去找那个头尖尖的光头了。因为他的头太尖了。